你只有6颗子弹，能杀得了几个？18颗子弹够不够？你们有没有18个人？哎，一出马就带你立了大功，服了吧？嘿，说真的，这次真的很顺利，怪不得都叫你们福将呢。看什么，吕总！ 不是百发百中吗？ 大不了咱们一块儿死，因公殉职很威风的。 怎么样？把手枪里的子弹退出来，让他们抢走就糟了。 学校没教过你吗？教过，不过我只能一个对付两个。我还好，可以一个对付三个。那其他的人怎么办？你说过能对付九个，那你表现表现吧。啊！撤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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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别动！我是警察，不是贼。千万别开枪，这儿有很多危险品。别动！我们是